这是什么造型？我给大家看轮毂，现在看轮毂的造型。现在750个宝子们，再帮尼克点点啊，再帮尼克点点赞，点点关注啊，再点点。感谢直播间所有的哥哥们，尼克给直播间的哥哥们比个心啊！来比心比心，爱你们哦，爱你们铁铁来。对，这不是光腿神器啊，希望你们给我们一点信任好不好？看副驾驶 OK， 等一下带你们去看。你看现在就800多个不帮老师了。是的，刚进直播间的宝子们，把我们关注再点一点，等一下破千主播直接给你们浅擦一下好不好？浅擦吗？怎么获得主播抖音啊？我就在榜三。谢谢玲玲送来的小星星啊，谢谢。现在850个宝子们，我相信方老师这句话一出，这个人数啪啪啪啪往上涨。我也想看，摄影师也想看，大家成全了我这个愿望吧。来，给我们点了关注的宝子们，再加一个粉丝灯牌，去冲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呀！我们的粉丝群两个主播都在里面，大家可以跟他们一起互动的啊。对，榜三是尼克，谢谢一个圆和 BGM 帮尼克说话，谢谢你们啊。现在890个宝子们，我害怕了，讲实话。浅擦，别怕别怕，浅擦就是小擦一下，浅浅的咱们擦一下，对，就跟我们小躺是一个意思啊。就跟我们小躺是一个意思。然后这款车10万块钱只要大家用6.9，真的是非常划算的，喜欢你可给榜三点点关注，谢谢啊。现在900个宝子们，我害怕了方老师。没有，还800多，还800多，别怕别怕。哦，又掉下来了。哦，好的。拍汽车后面，等一下带大家看我们的后备箱啊，太可怕了！点进去发现早已经关注尼克了，命中注定啊！命中注定啊！咋还怯场了？毕竟没有当过这么多人跳过舞啊，讲实话没有当过。这人生第一次，总得是有点害羞，是不是？真的是有点害羞啊！大家关注点赞走一走，对。哎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怎么冷场了？你在？就看他，你在害怕什么？他这个人是往上涨的，我就你在害怕什么？你平时最想让他们帮我破千，此时此刻我并不想他帮我破千。919了，同志们，摄影师已经掏出了手机在找音乐了。